听众们好，我是李南央，为大家播放南央讲故事。这个节目每周日播出，每次15分钟。在节目中，我为大家朗诵自己的作品。今天是2018年8月12日，是这个节目的第13期。请听，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之三。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1楼8角的2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粘好，那些孩子就爬到窗台上再捅破。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母亲，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母亲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7平米的小屋。5、6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3楼，我自己像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10几年里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3线工厂。母亲从干校回来，挤在这样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心情的恶劣可想而知。后来我每次从陕西回京探亲，母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给我，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为那屋子事儿骂我。就因为你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2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7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瑞一样。母亲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母亲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哪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公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8岁的妹妹，公休日接她回家，给她做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母亲从来没有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做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重的大钢板的，吃的怎么样，安全怎样。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母亲虐待的，母亲对她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也是一样的薄情寡义。我的大舅，我母亲的大弟弟，用我父亲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父亲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直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做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50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4个弟妹中受我母亲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母亲比我父亲晚2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2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无虚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
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母亲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农村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刻就变得黑黑的了，据说是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烧干净的水饮用，即使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父亲的事儿，说我父亲如何有才气。对母亲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他太左了些。多么善良的人。大舅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父亲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体重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像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我的小姨在跑日本，就是抗战期间逃难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他写信告诉我母亲，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母亲当即寄了200元钱，可是没过几天，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人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谁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他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鱼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回了北京，几天后就咽气了。母亲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我的小舅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母亲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他的意见，结果我母亲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我大姨，我母亲的大妹妹，是我母亲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杆，凡是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母亲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11月后才参加工作的，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母亲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家里的老阿姨。阿姨原来跟我姥姥做事儿，解放后被我母亲要到北京，父亲去北大荒劳改后，母亲有时发了疯的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的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返一趟就要40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母亲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的不平，可也不敢跟我母亲讲理，
我母亲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50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3张小方凳搭上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楼里的5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母亲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1970年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咐我把她在我母亲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处理财产，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我和母亲彻底闹翻，是在周恩来总理去世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替中，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那天去动物园玩，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戴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戴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着我们戈壁上的黑布。第二天，戴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10点多了。母亲和妹妹住在前面的5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7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母亲就问我：“你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太不要脸，然后说体中的爷爷是伪保长，体中本人老奸巨猾，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要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他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侮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他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边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母亲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样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母亲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时间到了，今天就到这儿。咱们下周日再见。